乐乐乐乐乐，放学了，嗯，谁呀？兄弟，我要回 M 七八星了，我们好聚好散吧。啊！为什么不接我的电话？难道是我做错什么了吗？他要离开我。哎，你们等一下！为什么我给你们打电话，你们不接呀？哼，我们要回光之国了，在地球跳了那么多舞蹈，都没人支持我们，我们好聚好散吧。走，迪迦。难道我们努力这么久的梦想就白费了吗？哼，梦想，我们的梦想在别人眼里只是个笑话罢了。可是我不甘心，我们努力了这么久，难道就这么放弃了吗？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？肯定会有人支持我们的。好，我们就再陪你跳一次，如果这次再没人相信我们，我们就彻底解散吧。别怪做兄弟的没给过你机会。好，我会证明给你们看，会有人喜欢我们的。来吧，跳舞了。的赛罗变身器，哎，怎么这么多奥特曼玩具啊？哇，我今天也太幸运了吧！小朋友，玩具好玩吗？嗯啊，菲利亚，你们想干嘛？快告诉我们赛罗在哪里！我不知道。鱼童，快去把他的赛罗变身器抢了，给我拿过来！不行，给我放手，臭小子！老大，灯亮了！啊，还不快跑！小朋友，我们来啦！这些玩具都送给你。我不想要你们的玩具，赛罗哥哥，我有一个要求，我想看你们给我跳段舞蹈。跳舞啊，小朋友，可是我们最近跳的舞蹈都没人喜欢啊，真的太气人了，评论区下面全是狗头，哎，所以还是不跳舞了吧我们。哈哈哈，赛罗哥哥，我已经叫我全班同学给你们点点点了，赶紧跳舞吧。兄弟们，小朋友都这么说了，我们也不能让他失望吧，来展示我们最新学的舞蹈。哎，赛罗哥哥，你们这是要去哪儿啊？啊，小朋友，我们要回 M 七八星了。来，这个送给你，以后想我们了就多看看变身器吧。哎，再见了，小朋友，要照顾好自己啊，拜拜。可是你们走了，粉丝们怎么办呀？谁来给我们跳舞？哼，你这个大骗子，其实你就想把赛罗留在你的身边罢了，根本就没人支持我们。哼，我们走。对不起，赛罗哥哥，是我骗了你，我就是舍不得你走。我真的不是故意骗你的。小朋友别难过了，快起来吧，我们也有自己的使命要去完成啊。再跳一次好不好？真的不行啊，这次我叫全班同学支持你们。这样吧，小朋友，我叫我的兄弟们再陪我跳最后一段舞蹈，只要有人愿意支持我们的话，我的两个好兄弟也愿意陪我留在地球的，那就陪你再跳一次。如果这次真的没人支持我们，那我们兄弟都没得做。好，我相信只要我们足够努力的付出，总有一天会收获到意想不到的回报的。来吧，兄弟们，跳舞了。亲爱的小朋友们，对不起了，我是你们的奥特哥哥，从今以后我们再也不能来地球找你们玩了。
我们已经没有能量了，就快要消失了。以前没能量的时候，都有小朋友送小花花帮助我们复活。现在已经没人再相信，光没人喜欢奥特曼了。小朋友们，我们走了以后，你们要保护好自己，好好学习，快快乐乐的长大。再见了，相信光的小可爱们。再见，再见。快看，杰德没能量倒下了，迪迦也没能量倒下了，连我最喜欢的赛罗哥哥也没能量倒下了，海盗初代也倒下了，他们马上就要消失了。以后谁来接我放学？谁来做我的保护者？以后谁带我去光之国玩？光之国的游乐园我还没玩够，不行，我不能让他们消失。我这就给他们送花花，让他们恢复能量，这样他们就能一直做我的守护者了。亲爱的小朋友们，对不起了，我是你们的奥特哥哥。从今以后，我们再也不能来地球找你们玩了。我们已经没有能量了，就快要消失了。以前没能量的时候，都有小朋友送小花花帮助我们复活。现在已经没人再相信光，没人喜欢奥特曼了。小朋友们，我们走了以后，你们要保护好自己，好好学习，快快乐乐的长大。再见了，相信光的小可爱们。